原标题盘点中国古代十大杰出人物，在我国历史上某一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往往被后人尊称为圣人。中国古代的十圣为至圣孔子、亚圣孟子、始圣杜甫、慈圣苏轼、九圣杜康、书圣王羲之、化圣吴道子、一圣张仲景、药圣孙思邈、茶圣陆羽。接下来我将为你介绍中国古代十圣。一、至圣孔子。孔子名孔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鲁国邹邑人，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学说的创始人。汉以后，孔子的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，影响极大，后世一直把他尊为圣人，号称至圣先师，后世尊称为文宣王。二、亚圣孟子。孟子名轲，字子舆，战国时邹国人，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著有《孟子》一书，是儒家的经典之一。他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正宗继承者，与孔子并称为孔孟，尊为亚圣。三、始圣杜甫。杜甫字子美，号少陵，河南巩县人，我国唐代伟大诗人。他一生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诗歌，展开全文，因为他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，所以他的诗被称为诗史，本人即被后人尊为诗圣。四、慈圣苏轼。苏轼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汉族，眉州眉山人，与父苏洵、弟苏辙合称三苏。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。齐门汪洋字子明白畅唐，与欧阳修并称欧苏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诗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比喻，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。词开豪放一派，对后代很有影响，与辛弃疾并称苏辛。五、九圣杜康。杜康又名少康，字仲舆，夏朝人。相传杜康正是取些水造酒，有文字为证，他一酒足资酒，白之酒毒一病，故饮之终日而无尘免之患，服之终身而得气血之和，邻里百里许多沽酒于百，先则之宜，本地独得其身，至今以纸草掩存，此其名宴也。杜康作为酒的始造者，开辟了源远流长的华夏酒文化的源头。三国时，曹操吟咏出了慨当以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的千古绝唱，故而后人称之为酒圣。六、书圣王羲之。王羲之字逸少，人称王右丞，东晋山东临沂人，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。他的字吸取了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，创立了独特的风格。他写的楷书进一步摆脱了隶法的形迹，达到了独立完美的境地。人们称赞他的字飘若浮云，皎若惊龙，公认他为书圣。七、化圣吴道子。吴道子名道玄，唐代杨迪人，他的画力体感很强，擅长画人物，用朱粉的厚薄来表现骨肉的高低起伏，如同塑像一样真实，又善于画佛像，形象逼真，人物的衣带子飘飘若飞，有无待当风之誉，后世尊他为画圣。八、一圣张仲景。张仲景名基，汉末南阳人，我国古代杰出的医学家，著有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，书中阐述的辨证论治的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，所以后人尊他为医圣。九、药圣孙思邈。孙思邈公元581至682年，字号孙真人，京兆华原人，是隋唐两代大医学家。其所著的《千金药方》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。
从基础理论的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，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，故后人称之为药王、真人、药圣。十茶圣陆羽，陆羽字鸿渐，号东冈子，唐代夏州晋陵人，我国古代著名的茶叶专家。他不慕荣华，毕生研究茶事，终于撰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《茶经》，从而开茶叶研究的先河，所以后人誉他为茶神、茶圣。来源：中国历史网。原标题：中国古代十圣都有谁？原标题：中国古代十大杰出人物都是谁？最后一位很少有人知道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